我哋而家嚟到西半山罗便逊道70号纪翁景台发展商为提股，1994年一开始入伙，有两座提供651个单位，就用面积由893尺去到1128尺，最主要都系大单位。而我哋今日睇呢间就1048尺，一间高层望到海景嘅单位。楼景，海景。虽然佢前面都有栋楼挡住，但系西半山最多嘅就系旧楼，而家屋就原装价格，基本上买落嚟都要翻执噶啦。个厨房。装修比较残旧，工人房或者储物间。顺住走廊行就系睡房，都几方正，有个窗台，景观上就望到海景，呢个几十块嘅。再行出去就系一个浴室，有窗嘅。呢度就第二间房，都系好方正，有个窗台，望嘅景观再阔少少。呢个几点嘅？直入就系主人房。比较大，仲有一个角窗，望嘅景观就相当阔。西半山其实系楼宇比较密集嘅地方，相对嚟讲都系前面嘅楼遮住晒啲景观，除非你喺个山度或者系临海嘅一线海景，唔系嘅话都系楼对楼。似呢间三房套嘅单位，业主嘅放售价就2800万，你哋觉得值唔值？今日嘅节目就咁多，我系 Louis， 我哋下期再见，拜拜。